行。嘿、hey, 大家好，我是 Sim。 嘿、hey, 大家好，我陈浩。那仙道呢已经出来了一天，好不好？相信很多人呢、可能等不到教学啊，不知道仙道怎么玩。不过呢不用担心，虽然我还在 vacation， 但我还是呢很在意大家的留言啊。那我赶快呢花了一些时间啊，练了一些嫖伎俩来教大家。那简单的一些技能的连招啊，我就不赘述了，那些你们自己哦，自己去练习去摸索，熟能生巧。那我今天要教大家是连技以及一些嫖伎俩啊，使用的那个位置哦，时间点哦，先来教给大家。那马上呢就带来突破战斧，不过大家注意一下，这不是简单的突破战斧，注意一下我的起始站位。这个位置呢，能够让你的突破战斧有没有在这个使用的技能最外围最远距离的位置使用突破战斧。那学会这一招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够让你快速的在站在这个外线距离的时候，就判断出篮下如果没人，就直接给它飞进去灌进去，让对手呢想要盖也盖不到。这就是所谓的吃身位跟时间差。好，那一样呢，这个位置呢你也可以做简单的这个拉杆。那当然有了拉杆，就来我们第一个这个幻影幻魔拉杆，好不好？影拉杆，我们就称它为影拉杆哦，比较简单易懂。好，所有嫖伎俩里面呢最不能缺少的就是一般上篮。你站在这个角角罚球线的右边呢，大家记得是右边，你要从右边呢上篮的速度才比较快，而且它会是右手上篮，手呢就会在篮筐的后面，而这个在篮筐后面呢也会导致一些身位差，让原本盖得到的人呢可能就因为这个身位差而盖不到。那下一个呢我要讲的是二转跳步后仰，就是这一招。那你可以看呢我使用的位置，我是呢站在底线的 这个位置呢往左边拉，你可以看到这个距离其实算是比较远的。好，下一个呢就是如果大家有注意到在天赋的介绍部分呢，这个二转跳步后仰它有增加三分的命中率，所以这一招呢是唯一的先到一个技能哦，是可以跳到三分线的。那站的位置呢要站在罚球线外的外围那一颗弧顶的位置，不是呢三分线的弧顶哦，大家有没有看清楚？如果呢你像这张图的站位站得太出来一点，那么你在第二次二转的时候你就踩不到，你就弹不到三分线外。来注意一下，我这一球呢是直接踩在那个圆弧线上，有没有？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弹到、三分线，那这就是二转跳步三分。好，因为接下来呢技能呢就会牵扯到比较麻烦的按键顺序问题，所以呢我先帮我们的按键呢做一个标示哦，投篮就是 A， 剩下的键就是1234。我称这招为呢这个跳步后仰三分假摔。你可以看到我都已经跌到 logo shot 的位置了，这一招啊正常人根本不可能盖得到啊。那么这一招的按法是呢33141哦，33141。连续二转之后，然后马上按后仰，再按大招加后仰，33141，相信大家将会比较好记。好，进入下一个嫖伎俩，这个嫖伎俩是篮筐底线哦，篮筐绕底线系列。可以看到我现在我踩在的是禁区的线的那个位置，最远呢哦，最远的话呢，你可以呢从这条线出发，那就是一个突破加一个后仰。注意一下，这一次踩的位置呢没有超过篮筐，但是呢离篮筐更近了。你可以看呢我在落地的时间的位置呢是在三分线外，比刚刚还要更远，所以如果你踩在禁区线上绕的话就没那么远。那你可以看呢我这一次呢是直接站在篮下，但是拉出去的结果呢不尽人意，超级短 super 短，比你下面还短，所以呢这个站位呢要注意一下。那当然呢我们也一样可以用这一招呢去做这个假摔后仰。那这个按法呢就比较简单了，是3141哦，注意的点位呢是在它的这个起始位置。好，有底线突破后仰，当然也有底线这个突破灌篮。可以看我刚刚的位置呢是在篮筐底下，所以拉得不漂亮，但这一次呢我们扎扎实实踩在油区的这个线上，有没有？那这样的话就会是一个来回直线的灌篮。那当然呢这个灌篮呢如果位置呢拉得更远的话，你就会触发不了，像刚刚那样变成一般上篮。所以呢这个灌篮呢要出发的位置呢就是在这个油区7的里面。那我们再来尝试一下这个二转。那么这个二转呢一样呢我们可以加上一个假突真后仰。因为当你连续拉出去的时候，对方呢会有意的想要跟你出去，然后瞬间看你切入他会后退。所以在这个时候你加上一个假突后仰就很容易骗到对方。这个技能点法是33341，没错，是33341。
好，下一个人马上看到就是二转暴扣，我们来看一下二转暴扣可以有什么延伸呢？当然就是幻影拉杆喽。那这个的按法就是三三 A 四 A 哦 ，A 呢就是投篮键哦，三三二转 A 四 A， 这样呢就可以轻松的做出这个骗人家三点尿尿地方的技能啦。那、啊、当然了，这个假图后仰啊，你也可以把它拼成假图假摔后仰。但是因为呢，我打的是一个时间差，打的措手不及，所以呢，如果你在做一个二段假摔后仰的话，我个人认为很容易被追到，所以我是不太建议这样做的。好，下一个呢，这个大魔王级别的技能来了，就是拜佛。它的按法其实蛮简单的，是243，但是重点是它是一个时间差，它在呢球准备到你手上之前，其实跟跳扣有点像。它最关键的时间点在于呢，队友就是这个 moment， 队友球刚出来的时候，你呢原本是按着接球，马上啊就要按大招，再加上突破那个键，就是43，所以呢是243。好，下面的这个画面它不是拜佛，它是呢后侧接球接后仰。这个位置呢，你可以看我在罚球线上哦。如果这个位置接到后侧的话，我没办法马上触发后侧，因为呢距离不够近，所以呢你要直接用后侧后仰的话，你的站位一定要站在罚球线以内。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讲拜佛。那这招呢是拜佛接这个战斧灌篮，其实按法呢也是一样，就是243A。那个 A 呢要连着按，哦，这样呢才能够触发这个扣篮。那当然呢，你要在这个扣篮里面啊加上引拉杆也可以哦，就是呢243，然后 A 四 A。但这就会呢直接消耗掉两个大招啊，虽然帅归帅，但大家还是要斟酌使用。其实我觉得拜佛就已经骗到很多人了。好，接下来教的是拜佛接突破假摔后仰，按法就是243/3141哦。这个呢也是需要消耗掉两个大招的这个技能啊。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拜佛接这个幻影拉杆啊，我觉得也是异曲同工之妙啦。好，接下来呢这个技能呢是直接消耗四个大招，最浮夸最没什么用处的连技啊，不过还是秀给大家看。这个呢技能就是呢可以看下面看到243/34/34/141。你可以看到，啊，突破之后，然后再接一个假传真切之后到篮下，然后呢这边再怎么样一个假切接后仰，但这个后仰呢也是骗的，而也是一个假摔后仰，我直接浪费四个大招在地图上绕了一圈，就是这么浮夸啊，有没有？我跟你讲，这个这招啊真的是，除非啊你最后大招真的超多啊，然后能稳赢的，啊，不然基本上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去使用到这一招啊。好，这边呢是在示范隐三转，很多人连续按隐三转是按不出来的，因为呢它是有一个间隔节奏的，它的按法是呢33，然后停顿一下，哦，然后再按43，这样才会敲出隐三转。而隐三转呢，它的技能是可以直接接后仰的，那当然后仰你也可以接假摔，但是呢它的这个隐三转的突破是没办法接灌篮的，我已经测试很多遍了，基本上接不太出来。好了，那这个就是呢我呢研究出先到了一些接技的嫖伎俩，那当然很多东西啊可能还可以再延伸嘛，站位呢这些呢我也只是基础抓了一下，那这个供大家去参考一下。好，如果喜欢影片或是还想看我做什么解说，底下留言，我们下部影片见，拜拜。